下的零花钱全还没了，哗哗流汗。简直撑吃饱了，真好吃啊！要拿的话我来拿。嗯，不拿这个。哇，炸酱面配肉啊！嗯，哇！这个店排队这么排这么多。对，이사람이름은어어这边很有名的，여기되게맛있대可颂很有名的。진아요거하나요거맛있어다맛있어보인다어미안어这边这边来一个。这个给我来装一下。这个这个，没事。再转一圈啊！挺漂亮的。是啊，贼漂亮，拿破仑。可送来一个，这两个。还有一袋，好开心啊！够，呀，两大袋，走了。明天拿个公司早饭了，现场吃啊。这个大袋，金毛公，嗯，那个好喝。哇，这不是之前第一个挑的吗？太大了吧！太大了，你吃一半。我有小的，换一个。然后一打开，哎，是你喜欢的吗？是的。不啊，这个是啥呀？啊，提莫伊的感觉。你的意思是拿起来吃？对啊，手拿着吃。甜不甜？应该不是很甜吧？不是那种特别劣质的甜。不是那种特别劣质的甜。老会表达了。嗯，好吃啊！有真的，你们可以来一口。我不想吃，太饱了，不想吃，简直餐吃饱了。哇，怎么样？好不好吃啊？超好吃，真好吃啊！就吃一口，吃一口。嗯，啊，那你走了走了，热量爆炸啊！就是真的。哇，完了，62了，一周白减。一口白吃。不是咋样？确实好吃，值得排队不？值得排队，确实好吃。然后我以为这个价格很高呢，20多、可以啊。你能吃完一个吗？能，能，不带犹豫的。吃的真香啊！嗯。哎呀妈！现在吃的有多香，减肥的时候就有多累啊。遇上粉丝了，你快被围观了，美女们。哦，茫茫人海。你都吃完了啊？没有，吃一半。啊，那放包里面啊。这个比原来那个好吃多了。差不多了吧？但是巧克力不是甜的，是苦的。嗯。走吧，走吧。我是第一次看到你们遇到粉丝，真的。我喜欢你还拿这里，中间，我是中间的。你不吃啊？不吃。我喜欢你还拿这里，摸个吧。你故意把手机忘那儿了吗？不是故意的，我把手机放那儿，然后一通买东西，然后直接把我紧张了。那10年累积下的零花钱全还没了，哗哗流汗。这个是那个茉莉花茶的，这里是巧克力的，加起来就特别好吃。是吗？哎呀我的妈！两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泡里卡多大面的。50块钱一支冰激凌咋样？25。
25。买一送一吗？不。那你下回来不注册不50块钱一支吗？对不对？下次用我手机号注册。好吧。永远25。永远25。现在打算去开市客，然后呢买点儿那个什么菜，家里边没有菜了。之前在这边做手指指甲呢，没抢没抢。这是啥呀？这什么铁板的？铁板烧。要拿的话我来拿。嗯，不拿这个，这个不拿，让你爸看一会儿，过过瘾瘾就行了啊。我说今天拿的所有东西我来拿。好。在我的那个用车里面已经躺了3年了。继续躺。香锅，好，好了。你去拿一个吧，就喜欢吃这样式的。早餐吃吧。牛肋条拿俩，这个，哎，先吃。明天早上吃一个，你觉得哪个好？这个。每次鸡蛋拿的最多。这些牛奶来一个。又来摸爪。上上了，肚子都碎了。这是甜的，这是酸甜的。买完回家，勤劳的搬运工，速战速决，这叫速战速决啊！啊，买的多少了啊？夸夸拿，然后就走。啊，拿走。我现在车子还没有开上海，我现在回沈阳，去两个城市。行，回家啊。都瘫了，我可没瘫。嗯，9:30，9:35。嗯，宵夜时间到了。哎呀妈，又吃宵夜。那个有肉。啊、嗯。到院子里起炭。哇，你不累啊？累啥呀？吃完了累了，因为累了才是要吃肉的。我的眼睛发亮了，悠悠的。叮。你们俩隔空互动呢？你要带小汤出去啊？不是，来，你在屋里玩啊，别出来啊。哇，喜欢的吧？哥，这个吃的汤口好惬意哦。你喜欢苦的还是甜的？我喜欢苦的。那就没个吧。那就啤酒了。生活挺苦的，你还喜欢喝苦的呀？喝苦，喝出了生活的味道。那橘子都快掉了吧？那不是橘子，那橙子。柠檬。啊！我天啊！하루종일막피곤했는데맛있는거고기구워먹다니까기분좋다。아어제나이진짜더럽게잤어。我想开吃了，要不然我饿死。这个와서먹어이제는이제는탄안안가있네여기와지연아우리따라다니며고생했다今天可满足了。满足吗？满足，但是就是有点累。哦，你也知道累啊。你竟然会累这些？小时候都给我们每个人都快累瘫了一圈。嗯。啊，现在的这个温度真好。嗯，不热，嗯，不冷。不冷不热的啊、哦！我知道烧烤料在哪，我去吧。嗯、哦，炒开。今天宵夜的主食呢，咱吃炸酱面啊。我跟舅舅青岛不吃，然后我跟舅舅呢，这个火辣跟原味混合的。嗯，그래뭐맛있지。然后之前呢，给他做了原味。煮面一起煮还没得了，面条都一样的啊，所以呢一起煮就行。嗯，酱料这边得加热，之前感觉好像不累似的。
积极性这么高。对。啊，有一个点。吃得好。舅舅来了。哦。然后在一起，在外面一起烤啊什么的，就感觉突然间家里变热闹。真的。嗯，小孩子就是家里突然变热闹，就突然间就不疲惫了。嗯。放好了。什么？嗯，说你今天好乖哦。嗯，对的，对的。面条捞出来啊，这个汤不要扔。面条出来了，你就全搞里头。好，好。我又出来了。哎我。哎呦我的天。来，快点。来，凉水。现在面条不是凉的吗？这样吃的时候面条是凉的，这时候把热水弄一下，然后淋一下，让它。变得温度温一点。直接再放黄瓜就行。哇哦！啊，你们先做菜啊。那这两半，那个一半 ，OK。对。哇，没洗干净。这个打哪个机？嗯。之前你的你拿一下啊。你拿一下，好香啊！哇，这个，你的炸酱面 ，Thank you， 开饭，开饭，哎呀，没事，白瞎一瓶了，哎呀妈，白瞎，做起来了，哇哦，哇哦，那边太好了，哇，起子更不好是吧？我也拿个夹子，这里有，哎。又直接粘上了一点，没事没事，让它先粘，等一下油脂出来了就好了。进来之前慢点吃，慢点吃啊。之前，能不能慢点吃啊？慢点吃。不粘。嗯。哦。一半没了。可你搞。哦。灭喽。嗯，外边有没有纸啊？外边没有纸吧？现在都没时间跑，我跑。我的炸酱面，我爸家原味的啊，一定要试一下，老好吃了。变成中辣了，这跟火辣的酱放一半又不一样啊。嗯，好香啊。更香。有心的话加一个荷包蛋啥的。这是宵夜主食。先尝一口，然后烤肉配烤肉吃才香。锅包肉、烤肉这种肉啊，配炸酱面，哎呀，你们想想啊，肉加面。嗯。牛肉。刚翻过来，又翻过去了。我感觉可以了。可以做了，哇，你看。烫，小心点。小麦果汁来，来一口。朋友们，来一口。你那来一口。啊，你阿莫嘞？你那不喝。嗯。哇，炸酱面配肉啊，烫口的牛肉，你们想想，哇你妈，尝一口。嗯嗯嗯。完了，又是白色的衣服，又是白色衣服配面。哎呀，上迷糊了，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啊！嗯，嗯，嗯，如果这个烫烤的味道，一口咬下去爆汁，然后炸酱面的那个酱香味咔充斥到那个口腔里面，你们想想啊，妈呀，这炸酱面我得省着点吃，一口肉一口面，哎呦妈！省着吃，省着省着就没了。嗯。哇，全烟全在我这儿。哎呀妈！幸好我不坐那个位置。之前要不要换位置啊？这前面的。有那个吗？有饭吗？什么情况？这面两口吃完了，直接放点饭。意思。哎呀，会吃哦。嗯。好吃不？早上都没做到呢。我给买没来。嗯。배고파구만와맛있다어고기탕커야맛있지응저도저히내지탕커는요로라
这也太香了吧！吃好，我吃不了。这在外面也不怕油烟啥的，咔咔烤。哎，旁边邻居也不多。进去睡觉香。哎，这么快吃完了？拜拜。好了，行吧。哇，差不多了都。都差不多了，开炫吧。我的妈！这个牛肉一直滴着滴汁水的牛肉，一口肉，一口面，很香。太幸福了，香迷糊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炸酱面的新一种打开方式啊！来，请倒。炸酱面馍馍工，国庆满你馍个人。来，文达，多吃点肉，咔咔炫。我再来点我姐这个沙拉，沙拉配肉。沙拉马小屁。还行。三班。配上肉的话，挺好吃啊。主要是吃肉。关键的还是有肉才行。来，喝一口。喝一口，慢点，炒酱面一半碗都没了。哎呀呀呀！这种才香呢。我也是点的刚刚好，今天这是要香迷糊的节奏啊。俺烫豆子糕，烫烤豆牛肉啊，夹着这炸酱面，我的妈！那是最新上的吗？那个？没有，好好，你给我把那搁那吗？全放你那。炸酱面没了。我等会儿稍微加一点饭。稍微微，就有钟爱的米饭又来了。要是白米饭就好了。白米饭。白米饭配这种酱啥的菜更香。哇，哎呀，还是米饭香啊，绝了，绝了，绝了，真绝了。你好。注意点。加炭烤牛肉，你们想想。一块肉啊，就不要切，有多长算多少。哎，这么一卷的，这么来一块，老满足了。别注意你他好你妈妈是跟那个姐。改天再说啊，我不想去。这一口肉，一口炸酱面，我的妈！这咱们还是辣辣的，哇，真香！火辣还高，原味混合还高，火辣嘛么个嘛，太辣了。有些这么有种有一点点的那种辣味儿，对吧？原味好，加起合起嘛，才正面给提嘛是。哎呀，别光吃了，来。茶包里头嘛，干杯。去给呢。啊，舒坦啊，努力工作啊。要的就是为了享受这一刻。马上。好好吃饭。好好搬砖。我走。太香了。
고기 그만 됐어. 고기 그만 먹자 했는데 짜장이 남아서 고기 세 개 더 먹었어. 너무 好了好了吗？嗯，你们俩一人吃一个，我吃饱了。嗯，嗯，哎呦，啊，힘들때이래먹이너무좋지어배로불렸어嗯，我不累了，烫。啊，呀，我刚才怎么看见爸爸的那个？我怎么看见爸爸了？亲儿子。嗯，我刚才看见爸爸了。不烫吗？还好吗？烫。我好像又看见妈妈了。也是轻点。本来想咬一半的。啊。但是万万没想到下面，五段撕连。哎呀妈！成语都飙出来了。嗯。